法包括直推、旋推和分推法。直推法是用拇指的桡侧缘在穴位上做直线的推动，也可以用食指和中指并拢做直线的推动，每分钟在250次到300次左右，比如推三关。旋推法主要作用于面状的穴位，用拇指的螺纹面在穴位上做旋转的推动，比如补脾经。分推法是用拇指的桡侧缘放在穴物中间，从中间向两侧分推，比如推坎宫。